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我们这款七星钻 Rise， 好，透过 QO 下载的。这游戏我之前有测试过。今天是6月26嘛，已经开服了。好，昨天就先下载好。取 ID， 我不知道还不开可不可以再取哈姆啊？好像可以耶。声音可以大声一点。性转哦，性转，就是你选李世民或曹操都性转，转成女生这样啦。好，魏武帝曹操，就把角色美少女二次元或历史神话的一些角色哦卡牌。成本比较低啊，不会动啊，图片而已。最近我录游戏都不关门啊，怕在房间直接热死。不过我有买一个门帘，海贼王的门帘，买一阵子，买一两年了吧。游戏我测试过了，频道上有。我昨天看了一下，有人去看。通常一个影片就是当天比较多人看嘛，或者是确定他要开服了，以前的影片会不会搜寻？他们会透过 YouTube 搜寻出来，就会搜到我那个影片。也就这样啊，全体强化，单体伤害。就指令式的回合制战斗，音乐算好听啊，但忘记有没有版权。打一只僵尸花这么多时间啊，全体伤害，霸道。哦，这个曹操是什么？乱世之奸雄啊，乱世之枭雄啊，是不是？小说写的，然后刘备是什么？仁德兼备啊，就仁君呢、啊？那都是那个后世去小说给他写出来的，我不太相信呢、啊。单体治疗干嘛？治疗我方吧。好，自动开始，可恶，没有自动。直接用霸道吧，哦，没有，这个不是霸道。再小声一点，怕吃版权。吃版权就用那个别的音乐把它盖掉。这个有点像那个东方 Project 的角色，穿这种红色的、白色的这一种。魔里莎打不了，为什么？我知道这是 buff 啊，全体强化，抱歉，要点我方的角色。回合制就是这样啊，就是比较拖时间呢。好，抽卡。我感觉是一个小型工作室做的游戏，嗯，是吗？哦，流血哦，原来是流血，汉献帝流血，好可怜哦，把汉朝给献出去。我的强项就是把汉朝给献出去。好，上页，你们看一些集权国家的一些领导者都被神格化了，
神化它、英雄化它。现代的一些集权国家，什么韩国的，什么金正日哦，金正恩哦，金日成哦，那一种的都神格化了，都要做雕像。台湾以前就蒋中正啊，每个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的校园都有他的铜像，把他神格化，把他变成民族英雄啊。那慢慢的，人民就崛起了啊。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哦，彼得一世，西方的吧？好，我们没事做了。我来看一下这些设定吧。这个语音呢？语音可以大声一点呢？好，这边是通行证，解锁高级通行证。14.99美金哦，我这边有任务啊，你要去完成任务，每日任务、每周任务，还有赛季任务。哎，这张图穿的有点少哦，不过没有露点无所谓。就是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写实风的，可能会被黄标，即便没有露点。那这种比较动漫风是还好，YouTube 比较不会去判定为黄标了，也是会有，除非你真的太夸张。我之前有玩到一款啦，在 Play 商店上面下载的，小说是二次元美少女，结果下载下来一玩，整个有个夸张的，直接就变18禁了，就那个叉叉的动作都给你画出来。当然是画的啦，不是真的啦。这个休息是要干嘛？恢复体力。因为我们体力已经满了，这大概给我感觉大概是吃那个恢复体力的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我是马后萨玛，哦，真皇大人，马后萨玛是魔王大人啊，那妈就是有真的意思啊。所以真皇也是 OK，但是我们这种台湾玩家怎么可能听得出来差别？听起来就是魔王大人。好，这边有拿破仑，太空望是神话的，奈亚拉托提普，我不认识的，这我不认识，听都没听过，名字那么长，谁记得住啊？赤焰天使。反正都是一些不会动的美少女，就只有一个 2D life 这样，可惜，它连放大、缩小、膨胀都没有，膨胀、缩小，好像都没有静态的，完全不会动，就这样上下抖一下，絶対負けない，绝对不会输，超越者的衣服。可以放大缩小，可以移动吗？我可以移动。还原，可以自己摆放位置。可以换，换我们的看板娘时装魅油。编队一下。没东西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东西。这边有阵营克制哦，属性克制。地水火风啊，这个不知道什么雷吗？我们是可能是光暗了、啊。好，初级画面，主线物语。活动物语。虽然这游戏我之前有试玩过了，但老实说，我已经忘了。没办法，玩太多手游了。就都是试玩而已啊，没有说玩一个月啊，2个月。可以让你有印象深刻这样。刚刚那什么波光粼粼吗？
然后它这个痣还蛮大的欸，我们跳过。这个是剧情，邂逅、邂逅还是邂逅？可以自动编队吗？好像不行欸。この貸しは将来返してもらうわよ。当然よね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六个。我这边还有欸。没有了。这个是战魂吧？我现在没有战魂。然后这边还有好友，然后战队有一二三四五，一直到后面。好，第二话。所以是邂逅啊，没错啊，我印象中是邂逅。这个国文都已经还归老师了，应该说那个有时候你因为某些需求需要写字嘛，写你的名字、写地址、写电话或者写一些东西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。啊，我不会写字了，我失去写字的能力，我只会打字。我讲真的啊，太久没写字，哎，那个字怎么写？我都不太会写，字都好丑。还有两波怪是不是啊？OK，我们可以自动了。那你再把那个倍速变快，然后那个演出。可以加速，啊不是跳过是直接加速，auto 演出倍速，然后三倍速，状态是什么不知道？这个姿势很棒啊，你可以去买一个那个人形娃娃回来自己摆，自己摆，你就说我人形娃娃，以前小时候叫充气娃娃，现在叫人形娃娃，那个触感就是细胶嘛。就是软软的或软有软硬这样子，可以随意的去摆姿势，然后也可以使用那个下体的功能。单身宅男应该要买一只哦，那一只贵的话十几万呢，便宜的话要四五六万，四五六万就是买那种比较低阶的。就努力存钱，存到10万买一只回来，放在家里陪你睡觉。一个正常的男人应该都有一只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是没有啊。再过几年应该会越来越正常吧，正常化吧。好，这个自动三倍速这就好轻松啊，不用在那边自己点了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。我们再玩一关，然后我们回那个回首页去养成一下，我现在才一级而已啊，可能搞搞不好快打不过了。超越者们，我现在麦克风，我以前麦克风刚录有一些时候是用那种超好的6000多块的。你知道那6000多块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风扇声啊、电脑的声音啊，或是外面人讲话的声音都录了进去，超清楚的录了进去，变成我就对声音很要求啊。然后后来我那个麦克风用了2年左右坏掉，有一天就出现杂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坏掉，然后就干脆再去买一个便宜的。1000多的，我靠！1000多的那个，你的声音听起来比较不好听，没错，但是他收不到外面的声音，超好的。反正烂麦克风比较好，所以外面人在讲话啊、杂音啊、看电视啊，我都没差，我都不会怎样。
或者是那个小米机器扫地机器人在那边扫地耶，没差让他扫，非常的棒。我只要注意我的声音，还有这个游戏的音量不要太大就可以了，我声音要大声一点，大家才会听得清楚。虽然我们的发音没那么标准，因为我们是 Burper Morpho 嘛，没有那么字正腔圆，从小也没在训练，就比较平音这样。台湾人讲话比较平，可能是受日本影响吧，因为日本也没有卷舌音，老一辈的讲话都不太会卷舌，舌头就很懒啊，就会平平的，然后讲话都黏在一起。比如说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你去那个便利商店，他们讲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黏在一起啊。学姐就学学学，真假的，真假的，真的假的，真假的，就讲话很快，然后很平。台湾人讲话都这样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好，任务，马后萨玛，我是真皇大人，不是魔王大人，马后萨玛。好，守卫的话就比较小声了，我们可以大声一点。好，我们的角色怎么养成啊？超越者，他还没有教学啊，我们就自己点嘛。限界なんて知らないわ。いいの？好，这边还有完美水晶呢。これでいいの？私をこんなに強くしちゃって。超过包怎样？反正我钱很多，强化不了，为什么？他说物品他上限。いいの？限界なんて知らないわ。限界なんて知らない。Max 之后可能要升这个星吧，要进化，需要这个初阶战士之证，那我们就会获得一个技能吧。然后等级上限会变40，有没有星级变成二星？跟我想的一样，毕竟这种养成系统大家都差不多啊，大同小异。然后亲密度如果满的话会脱衣服。欸，你们不要信欸，我乱讲的。会爆衣。每次完美上就只想要给人家爆衣而已。我可以爆自己的衣啊，因为我是曹操啊。可以吧。你都转身成 女生了，你就去自己爽一下，自爽一下。好，那有语音，那没有 life ID， 可惜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